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，你的外婆，见到这个孩子了吗？很遗憾，没有见到。但外婆已经知道你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。知道，本来想等孩子大一点带回四川老家给他看看呢，可是外婆在今年5月的时候已经过世了。 没关系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特别的相见方式。我想外婆此刻在天上会看着你们的，看着可爱的宝宝。小福，你现在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，有如此坚强、如此自信、乐观的妻子，还有那么可爱的女儿，是不是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？对，我感觉一切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 我也特别感谢我老婆为我生了一个宝贝的女儿，我愿意当她的双脚，一直陪她走到生命的最后，去带她看更美好的世界。哇！